好久不见。我打给你，你都没接。我在等，等什么？等你冷静，等你理清好感情。我只有一次机会，是要做情人，还是继续做弟弟？那你怎么又主动打给我？妈跟我说，你跟她要我住的地址，可是你没有来找我。所以你担心、害怕、忍不了了，所以就主动打给我。爸跟我说，你把我喝醉那一晚的影片给他看，这就是你说的帮助我回家的方法呀。不完全是，因为提早了。我原本是打算先让你爱上我，在我毕业之前。不过提早也好，你借着这次机会出柜，跟和我相恋比起来，出柜这件事对爸来说，就变得比较容易接受。可是这样一来，我为了让爸不要不开心，最后也不会跟你在一起。我知道，但是你可以回家了。我回家了，那你呢？我对家本来就没那么执着，反正爸有我妈照顾，你也可以回家。我在不在？这不是重点，什么不是重点？你也是我们家的一份子，你是我弟啊。所以，这就是你的答案。我知道了，反正很多事本来就无法两全，我不贪心。可是我贪心。杨杰，我想要你是我的弟弟，你是我的情人，这才是我的答案。你不会是因为感激吧？就算因为感激，我也会当真，我不会放手。你惹上我可是很麻烦的，你自己要想清楚。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傅永杰，我喜欢你。我们一起争取爸的认同，我们一起回家。呜呼！月星石是我的，我们在一起了。这么开心啊！
你是不是想亲我？对啊，你想亲我？你想亲我？我跟你说一件事情，背我，快一点，好。你这么棒，那我给你一个奖励，好不好？好啊。